霞溪穴主要功效：疏调肝胆，消肿止痛。穴位定位：霞溪穴位于人体的足背外侧，当第四五指尖，指蹼缘后方赤白肉际处。主治疾病：头痛、眩晕、目赤肿痛、脑卒中、高血压、惊悸、耳鸣。掌握以下三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手指指尖按揉5至6分钟，长期按摩可改善头痛、眩晕等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9至5至10分钟，一天一次，可治疗目赤肿痛、脑卒中、高血压等症状。三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、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用脚刮法刮拭穴位，以出痧为度，隔天一次，可治疗惊悸、耳鸣、耳聋等病症。操作完毕。